但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想再听。你走吧。拿走吧，我今天没有胃口。公主，您多少还是吃点吧。晚上就是大婚仪式，那可是个体力活，不吃是坚持不住的。好了好了，小可爱，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晚上要大婚了，我紧张。可是，那好吧，那公主您要是冷静了，一定要记得吃点东西。知道了，去吧。我说过的，这世界上最难以接受的不过就是现实，奇葩，接受现实吧。公主，公主，你来干什么？今天晚上就要大婚了，我来看看你。怎么，替你大王开心啊？他下了你这么好的一步棋，我现在只能束手就擒了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我来只是想告诉你一声，大王跟你成婚之后，他肯定会给你他拥有的一切的。你凭什么替他保证？凭我对他多年的了解吧。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全然的接受他，但是他一定会给你所有他拥有的东西。对不起，我不稀罕。时间会证明一切的。公主，其实大王他可以成为你在画兽的依赖。我母后早就告诉过我，世界上最可靠的人只有自己，至于其他人，不可靠，更不可依赖。无论那人是谁，对你承诺过什么，都一样。你今天就算说出花来，我也不会觉得奎木狼他是我的依赖。李侍卫，我知道你想成为奎木狼都说可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想再听。你走吧。